你来。我先一梦打太久，我是做梦。早上起来我很累。很累啊！很累，我每天逼自己啊。我那我那时候我就起不来了。啊！你帮我看到我这个后面呀？后面呀？最后面那个？呀。有那黑有黑黑的一条。黑色的。还有还在呢。还在还在。那放在那边我嘛？对，那边有空，那边有空，有空对呀，他全部在那边嘞，对，我去看每一场哦，前面打，后面哇 ，shake 牛逼啊！前面体力我还有盖，我还可以出来过个地，对啊，你还不看啊？跳一样高。
啊，跟你差不多高。完之后就是打四十五度哦，哇，多多多。他们叫我吹的，因为我还有多三天在模拟，他们叫我模拟零零零。你几岁？二十啊，我老爷还有很多，还有很多。打多三天啊，要六五加的，没有加，应该没得打。打多少？打多少？没有办法，我打不起来。我今天也不是很强烈的，这回的。我也是，我那时候我也是被，我跟杰杰也是被抓过，好像是。我们不要打，我们的队很少上来讲，我们火完都有队，我们火完都出队了。那你看不出嘞，我在里面有点点伤到的感觉。啊？有点伤到，我在里面应该拿球是不是？我在亚波是。I'm sorry。你翻不是因为你的控球还不到，你的拽球还不到，把你的是更强。这 actually 不要控球，真的不要控球。你需要的是哦，以后你 drive 的时候，而且你已经 drive 可以了，这你可以往右一点，把你站立中低一点点，对吧？所以如果你低一点点哦，控球会被低，你已经蛮低了，你的控球要这么害怕，你再 bring low 一点，你会被输，然后你就会反了，因为你看啊，你这边你需要很多你要控制那个球比较难嘛，因为你在那边往那控球很容易。啊，如果你 drive 哦，就会变低一点点。来，其实我觉得我少下来没有，你根本没有。你不要说，你 make 你的，你 focus on one thing 的两个两个点。你不要说，不要说，不要说。你的社区哦，你要练社区哦，你练一个社区好，可以做。其他的什么？因为你看背包啊。对，因为你看啊，你打副号了，你只有两个，一个是切球，一个是飞球，你不可以射球。因为我老师叫我直接射，他要我在洗手，做，因为我不可以在里面。你如果你因为你要射的话哦，射球。对，啊，就是射球吧，其他的 every shot 一样的。我的教练也是教我的，教我投的。啊，哇塞！好，到了，你要我打吗？你要打吗？